上塞浪。不过前提是一定要做好准备，你不能说了塞浪跟上来那就不好。所以目前的马华高层已经开会讨论过第一批他们想要上阵的选区必须做好相关的规划。那魏家强呢，今天是为马华雪中联队开会，对打
在路上，一件披着浅蓝色外衣的茶室格外显眼。高高挂着的金紫金色招牌上，摆着一个亮黄色的艺术点待在档口，让人一眼就能够看出这间茶室的独特之处。茶室面上方有两家阵地，前方是准备点赞饭的阵营，后方则是冲泡茶的团队。从1959年开始，华人茶室就一些点赞饭的业者，两家沿途这样在同样一年上，火腿火锅又转载。他现在跟那个一起，然后司机介绍给他们，那时候他要叫做那个干杯。我们就那个大伙子，当时我父亲也想了一起，因为手机的答应，后来他加入我们，自己做，也可以他给他支持他，很多朋友都反对，但是我们华人跟印度人很难合作哦，不可以合作了，谁先你们打架自己算。但是不经不觉我们。